哎呦！抓住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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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抓住
你过来吧。我赌注一颗了，我不管，我把赌注。哇，掉下去了！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啊，被推下去了！哎，下面塞住，水管塞住了，有没有通热啊？我没说通啊，这边有小苏打粉。我出来了。哎，嗯，好。然后这里呢？刚刚聊。哦，好像有了。那个要我一次吗？这样过去哦。好。啊？怎么转过去的？怎么了？哎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耶！哎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小雨，小雨，小雨是小雨。不知道你们这画面很好在家载中。我到了。我进来啦！进来了。我在外面。好像没有下载到那个关卡，所以我连不进来。哦，嗯，换我在外面。你怎么换你在外面？我刚刚就做游戏当掉重开，然后对呢，啊，要你运刚刚没石有头，讲，要我运刚刚这石边头。啊，我有讲啊。DC 吃掉，我也没听到，嗯，我也没听到。嗯，我刚刚只有听到你说滑鼠怎样，然后你就再也没讲话了。对，真的。刚刚我就它整个滑鼠没办法动，我只好用那个重新开机的方法，就 DC 已经被重关掉两次，然后进进出出两次。我要抓一颗石头，不然它滚走。对，我要抓一个石头，然后抓得巧。对对对对对，对，干嘛？我要这过这去，里抓一这颗石头，抓一边要颗石投当头。投石器，这边投石器要丢。哦，好好好，我准备好当那颗石头了。好，我们把石头带来了。杰瑞可以放手了，杰瑞可以放手了。杰瑞，你手上没东西。哎，进来，然后嘞，你我操我，你为什么压不下去啊？我准备好当石头了，往上拉。他回来，我打中了，是吗？他会回来吗？等一下，会下去比较快。你按下按钮，按下按钮，没有没有，你会回到原地，你会回到原地。慢一点，真的假的？你直接你直接，我直接拉起来就好了。我直接把他拉起来，拉起来好了。脚应该就开了吧？作者一定没想到，作者一定没想到这一招。对，把人直接丢到那靶上面，然后把其他两个靶也拉掉。啊！嗯，然后嘞，来得及按完再过去吗？是不是快过关了？好像是，我看到终点线了。对，是哎。啊，这关有点 easy 啊，关有点 easy。嗯，哈哈哈哈哈！快过我！哎咻！他们对岸是不是有一个可以按的啊？哒哒哒哒哒哒，要下去。有啊，因为这游戏还是要有一个人自己要玩的啊，没朋友的人玩的啊。你们在哪里啊？在投石机那边。哎，门已经开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门开我也没玩一下。你没记录到，所以你死掉还在起点那边吗？对啊，没有没有，这边没有记录点。你又要回来了，喵啊！这边没记录点，好痛苦啊，好像卡在那种缝里的食物渣。你们好惨哦！掉在那边，你们超惨的。
我的手打结了。哎，等下车要把车子推下去了，公司机关掉下去了哦。推下来，推下来。啊，我来了。走，放上去。哦，还好还好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。哈进，你可以自己当石头飞上来啊。好，好好好。好像腰闪到了。然后，腰杆。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我的腰。腰杆。腰杆。拉不到杆子。喂，我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喂喂喂喂喂喂！你飞过他，飞过头了，你们直接飞过头。哎，他差点飞进终点呢！天啊，好强啊！直接丢过去。哦，你那边要转是不是？对啊。阿进没有成功上无敌。再转，再转。哎，转不了你。屋顶有标靶。往下，往下。挑战决定终点。哦，你好，没有，哈哈哈哈哈！再来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有。哦，你上手了。好好好，你上手了。你要先过去吗？来吧，司机，等一下。老师，我哎，到了，成功，我飞上来，我成功了。成功抵达。我想把这个拉回去，可以吗？有办法拉回去干嘛？很难吧？搬不回去。旁边那一坨，我按，我按，我按啊！我按，我按，金子猫。旁边那一坨。金子猫，金子猫，退回去，退回去啊！哎呦，我差点掉下去。耶！哎，退回去了吗？退回去，退回去。好，再见。啊啊！哎，把洞倒了啦！再来，再来！好不容易回去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！转滚轮大师。哇，你好会转哦！哇，哎咻！啊，上去，上去！等下好黏哦，我的手弯到了啦！啊，两个手缠住了，两个会飞很低吧？来，试试看，哇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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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刚好，没有飞出去。刚刚好，刚刚好。哎，怎么从这里这么远啊？哎呦哎呦，对啊，一直都没记录到啊。喂喂，哎，过去，最前面就是终点了。嗯，对，这张图就这样了。啊，快，好快哦！快哟，退休啊！我的手折到了。我们只是在努力的把靶心推回正常的位置。我的手，啊，终于。推，把它交回来。推不了，推不了，推不了。哇，哇，哎呦，又，你掉下去了吗？推，我先靠了，我先靠了。好好好，再来，好，可以。哎呦，卡在这，完蛋了，我卡在这，完蛋。哎呦，开哪？没事。小雨要怎么自己一个人弹呢？嗯，小雨应该没办法吧？能不能拉得到的话，他一定要两个人哦。嗯，那个两个人会比较方便一点。看拉不拉得到的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你也太困难。他是。哇！等一下。太重了。砸下来了啦！跑步机拿出来喽。开始跑一下喽。我今天有去运动。哎呦。大腿超酸痛的。哎呦。哎。哎，我要站在这边看你们玩投石机。哎，笑。哎，好了，又到我回来了。呵呵，再见，狗狗。咻！狗拜。哈哈，狗狗上去。狗上来了。你要绕着它，头要绕着那个。有，再绕，再绕。有。有哎，小心，上去，下来，好了，下一位，我帮你，下一位，准备好了，好，三二，2.5，2.6，2.7，四吗？没有三吗？那怎么拉不下去？
你要往上拉啦，那是往上，是往上，是往上，那是晚上。晚上吗？晚上，对呀，对，现在是晚上，现在是晚上。是晚上，那晚上的天还真亮。往上拉，哎，跳。不会跳啊，这个。你是真的拉不行，那都不行。不是因为我把另外一边拉住。白痴啊！我都放开了。我想说为什么他自己拉那个拉不动？气死我了！他去啦！飞出去了，飞过头，飞过头了！哇，你下去了！下来了！气！喂，帮你上去！喂，好了，打好了，我要当标靶上的翼。哎，哎咻，好了啊！烤鸡准备好了，我下去出发，就过头啦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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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头了。我烤鸡回来了，烤鸡没事，烤鸡没事。这个快掉下去，可以拉得回来吗？应该不行，拉不起来。你把整台车子往下推，它不会重置。对啊，你就推下去吧。哎呦，那万一没重置怎么办？就那就过关啦，就没得玩啦。那就来去过关啦。对啊，来吧。官方地图是会重置啦，这个不知道。对啊，哎呀，我上来了，我终于上来了。这个怎么推啊？你看我在模拟异体。我在推吗？好像有哎，好像有，有有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要卡住啊！有了，你们把他送回城堡了。卡住了啦！我卡住了。我在下面想办法推。有啊，推下去，推下去，拜拜！再见喽！有虫子吗？有了，有哎，有哎！它下面是不是有一颗石头啊？对。一小，走喽！路，我们要往前走。喂呦呦呦！走！哦，我的手又打着。烤鸡要跳下去了，我脚在哪里？烤鸡下去了！哇！哎，这个姿势不行哦。这个哎，为什么回到这里啊？啊，我们怎么又回来了？哎，对，为什么又回来了？还是城堡里面有其他的路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那边应该就结束了。还在往另外一边这边走，那个恐怖。假出口，假出口，玛丽喵吗？可是其他地方都去过啦。啊，我是一坨液体。啊哟！吓到了吧？哦，回来了。我跳，嘿，没勾到。神秘了。哎呀，对啊，那怎么办？拉不过去，换图了。然后换图了，换图了，还以为会很长，结果好像还好。空岛这个特别短啊。我按，你要再按一次。转圈圈哦，刚亮的哦，好，预备，转圈圈喽！太爽，有了，上来了，一群挂在这边。我们就这个视角看好了，看到自己了。叮，照镜子啊！对，照镜子看到自己了。喂，那镜子有力啊！刚好跳上来。啊！这个画面。回来。对啊，这边是出，哎，他那边不是打出口吗？这边是出口啊。对啊，应该就是这里啦。这也不能推。而且我们以前的出口是不是跳往那个方向跳就往下跳了？啊，
对啊，工作坊就是这样吧，不然就是工作坊的地图就是这样。嗯，啊，只是一个截取。这样子。嗯，哎，走走走走走，哇！好了，退回去喽。好，回去喽，回去，回去，咻！还有一张是西部风的，哦，有火哎，来了，西部风的。好，虽然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刚刚的那一个，就是到那一个，好烫，好烫，有一点像，好烫。今天这个怎么感觉好像看不到关卡？哇，来了！那两位还好吗？顺吗？顺的，顺的，好吧。有这可以，我要去做。嗯，